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这就是街舞四定档，王一博韩庚刘宪华张艺兴，你最喜欢谁？8月9日，这就是街舞四官宣定档，8月14日起每周六晚8点优酷视频独播。这就是街舞四队长阵容，韩庚、刘宪华、王一博、张艺兴四位队长。8月14日开播，你最期待哪位队长的开场舞台？七夕最好的礼物来了，从此每个周末都是那么幸福，每周六晚8点的街舞。这就是街舞四在2021年8月14日即将播放，但细数近几年的口碑热销，同时在网上当属我是街舞吧。本节目采用明星导师加专业舞蹈真人秀模式，老大哥韩庚队长，新鲜血液刘宪华队长，奶标鼓鼓王一博队长，国风输出张艺兴队长，你更喜欢谁？在2021年这就是街舞四8月14日起每周六晚8点优酷视频独播，采用个人选秀集体战斗的表演方式，由四名队长带领四支战队进行团队间的 battle 群舞，最终获得总冠军。舞蹈掷地有声，肢体灵动，节奏感超强，表情管理满分，音乐气质满分，氛围感拉满。8月9日今天微博上娱乐第一热搜了，也许是预热和宣传阶段开始，以队长人选的疑问号给节目不开播的时候带来了流量热搜和热议。期待在这就是街舞四张艺兴队长将用舞蹈点燃亘古不变的华夏力量，传承民族热血，诉说千年荣耀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